旁边站的这个市长，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男人世界里面的苏拉？没有担当。昨天晚上不是有超级大月亮，王议员看了没有？68年来最大的月亮。你看了没有，议员？秃子跟着月亮走，你听了没有？谁是秃子，谁是月亮？你看一下。我是，你认为你那样流氓的行径，你要不要道歉？你一直说流氓长，你对流氓短，我像流氓吗？今天11月15号，台北、西螺、高雄3个城市总蔬菜平均价格，台北45.5，西螺43.3，高雄45.2。请问台北农产跟蔬菜价格高涨有什么关系？请你解释清楚。南北菜虫一起串联，就是这么简单。那就请中央去抓。8个字，请中央出面去抓，农委会法务去抓。你进土城看守所前呐、啊，我提醒你，记得把曲棍球吞下去。可以开始。那万一我没有进土城看守所，是不是你吞球？讲清楚、啊。吞球。你跳过海啊？搞这种小玩意。你跳过海啊？你跳过海，你要不要吞？如果我没进去，我不跟你搞这种小玩意的，你们搞什么曲棍球，小儿科了，你不用跟我来这一套。柯市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赌就赌大的，我不跟你搞这种小玩意。陈水扁批评退辅会照顾农民像养猪，因而引起立委韩国瑜的不满。在掀翻发言台之后，也推了陈水扁一把，陈水扁因此住进台大医院治疗。我愿意为我肢体冲突向陈水扁委员致歉，但是。陈水扁委员也应该为其的语言暴力向其所有被他羞辱过的人，包括广大人民道歉。段宜康立委就是这么卑劣的小瘪三，左打王世坚，右批段宜康。在国民党选情低迷之际，韩国瑜没在怕，巨炮威力如同满贯全垒打，瞬间振奋蓝军士气。那跟王世坚议员这个东西，说实在根本是个擦枪走火。我相信王世坚议员在过去问政质询这么多年，应该是打高尔夫球，很少打乒乓球。我猜为什么他强力问政完，官员都吓得屁滚尿流，没有人敢回嘴，没有人敢回嘴。结果没想遇到我是打乒乓。特别提到，如果说和其他人比起来的话，掉到水里，你会优先去救王世坚？对，因为我觉得他愿意把话讲出来，可是我不能接受他问政太凶悍，而且高压式的、高尔夫球式的，只准自己讲，不让人家讲，这个我受不了。其他官员我不晓得，但是在于选民服务啊。还有对人的态度啊，我私底下以前跟他接触过，为了我们北农垃圾处理，他是非常好的，然后也一定遇到案子绝对追踪到底，所以让我觉得啊非常感动。虽然他是民进党籍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台北市市议员。是啊，我们想问一下那个最善良的三立来了没有？在这里。市长，这个韩江配事前有先跟党中央沟通过吗？沟通过。那党中央能理解我们的想法跟理念，也非常谢谢江启臣委员发挥了大无畏的道德勇气，一起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挑战。现在怎么看？现在是傅昆萁有意也想要争这个院长的位置。我们对个人的想法不予评论。我跟江启臣联手是希望立法院能够让人觉得焕然一新，有强大的改革的动力，要做全国民众的立法院，忠实的反映人民的需求，带动整个国家前进。对个人其他人的想法不是在我们考量之内。蓝白合选择江启臣委员吗？意思是我觉得江启臣委员有点寂寞，你们问他两个问题好不好？等一下，我想跟朱主席的沟通都没有问题。有沟通过。那下礼拜一应该会有一个党内所有的立法委员的一个集会，到时候大家应该可以心中有话和盘托出。市长这一次交上去的照片好像是很多年前的照片。我们这个江启臣联合发表的脸书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有最大的诚意来扮演好忠诚的反对党，800万的台湾民众期待我们能够扮演的忠诚反对党，能够监督执政的民进党，做出一个最有效的监督。那既然我跟启臣联手，也跟民众党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能够蓝白合，江启臣委员不光是鼻子大，他心胸更大，他立刻又放出，然后让民众党来跟我们蓝白合，这都已经试出最大的善意，而且是真诚的，不虚伪的。还是啊，这次的照片啊都没有更新。现在敢
跟代价而沽。就非常感谢大家。我想最重要就是我跟江启臣委员会坚定，我们既然携手双进双出，我们就这个组合来迎接未来立法院政府龙头的一个挑战，那也寻求最大的支持。我们会双进双出，我想这是一个核心的理念。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市长，今天是宴请不分区的立委们吗？谢谢。市长是在争取大家的支持吗？是争取大家的支持。有信心拿下院长吗？院长，有信心拿下院长吗？今天早上，我跟江启臣委员很荣幸来拜访我们民众党黄国昌委员总召以及民众党八位委员。那民众党这个安排非常的贴心，先让所有新闻界大家拍照之后，新闻界离开我们闭门会议，结束之后再接受联合采访。这个安排既贴心又细腻，而且效果又卓著。我们在里面沟通了国会的改革，在野党未来能否大家联手满足广大台湾人民的需求以及人民的期待，我们沟通的几乎是无话不谈，而且所有沟通的意见都说得非常的彻底。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很多人都说密室协商好像有利益勾结，我要再一次的澄清，当今的国民党是在野，我们没有任何资源，所以我们只有无比的真诚来跟民众党来交流意见。请各界不要用负面的思维来看这一场良性又健康的拜会，期待跟民众党八席立委在未来立法院新国会新改革新期待，我们能够共同有更卓越的表现，满足人民对我们的期待。谢谢。想太多了。2024年2月1号开始，我们十位立法委员就是同班同学，若干年之后我们有一天会离开立法院，回想这一段既甜蜜又紧张又刺激，又帮老百姓满足了很多需要，又带动了国会的改革，真的是一非常快的一件事情。我是抱持着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真的是三观正确。那也非常感谢国昌兄跟民众党的八位立委也都同样能够接受这种感觉，这个很棒，谢谢。今天他国会改革有谈到单一招委制这个部分吗？没有，我们就谈到国昌兄所前面所提的四项改革，大家互动共识都非常的好，谢谢。那就这样子啊，谢谢大家。好，那就差不多了吧。好，来，国昌兄抱一下吧。OK。谢谢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好，恭喜恭喜啊！好，谢谢，不好意思啊，也是这样的啊，谢谢，谢谢，谢谢，多保重，谢谢啊，谢谢，期待你长线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现在说有来者会跑，好，谢谢。